当我讲这个清朝的三藩起事这个过程啊，估计大伙儿肯定会对有一个人比较好奇，谁呢？就是耿精忠。按照身世来看，耿精忠呢就属于第三代靖南王，他和清朝皇室呢又有姻亲关系，按理说耿氏家族势力啊在清朝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完全没有必要跟随这个吴三桂啊一起谋反。但最后呢他还是反了。你说你反了就反了吧，他这个人呢反的又不够坚定，最后呢他又变成第一个向清廷投降的这样的一个藩王。耿精忠投降之后呢，说句实话，以吴三桂为首的发动这个三藩起事啊，实际上啊已经顿成败相了，开始了一手好牌啊逐渐就打个稀烂了。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吴三桂本人又是如何应对呢？我们这一集就要详细讲一下。上一集我们说到清军的攻势如虹啊，一举呢就把耿精忠的那辎重大营大西滩给攻克了，眼见机不可失啊，清朝大将赖塔呀、马哈达这些人就率领军队疾驰到仙霞关，分路夹攻耿精忠的部队，由此呢长驱直入啊，一下子就是冲入了福建境内。入闽之后呢，清军也是一路特能打，很快呢就杀到建阳，攻克了建宁，打的耿精忠部队吧是败退连连。不久之后，耿精忠手下的大将白显忠打不过清军了，被迫投降。雪上加霜的是呢，在耿精忠最倒霉的时候，台湾那郑经他手下的部队还乘他的这个虚弱逼他的后方，不断派兵呢攻袭兴化和福州啊，好多的一些地方。兴化就是今天福建的莆田。如此一来呢，耿精忠是前后受气，这边有清朝，后头有郑经方向的啊那个台湾兵马，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恐惧了。为了活命，耿精忠呢就只能向清朝呢考虑投降的这样的一件大事。但如果投降呢，先前被他一直扣押那个清朝那个大臣范承谟还活着呢，这个人活着回到北京，肯定会在康熙帝面前一五一十揭发他先前啊那种叛逆起因。所以耿精忠在他投降前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得把这个范承谟杀人灭口。康熙十五年九月三十日夜半时分，耿精忠就派兵冲入范承谟被拘押那个地点，把范承谟和他的幕僚亲属甚至看守这个范承谟的好多狱卒啊，总共五十多人吧，统统的秘密处决。然后呢，耿精忠又下令他手下把这范承谟这些人的尸体啊全部烧毁，还是想不留任何痕迹。日后呢，他就会声称啊，这个范承谟关押那个地点忽然着火，这些人都被烧死了。清朝的康亲王杰舒在进兵进剿的同时，依旧按照康熙先前对他的指示，拿着康熙的谕旨呢招降耿精忠。这个时候呢，耿精忠还想讨价还价，就回信表示说什么呢，希望朝廷希望皇帝呢能专门对我一个人再给我一道诏书，我自己呢和自己的手下才能够放心向大清投降。康亲王杰舒啊这阵也不敢擅自做主，福建呢距离北京太远了，往来传递信心呢太费时间，万一台湾的郑经再和耿精忠重新联手，他也负不起这个责任。于是呢，杰舒就不再理睬耿精忠这个要求，促令手下大军继续向福州进发。到九月底，清军呢已经抵达到延平，就是今天的福建南平。守城大将耿继美一看清军势胜，马上献城投降。这个时候呢，福州已经是遥遥在望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耿精忠也没招了，马上派人呢赶赴延平，哎，献上吴三桂给他那个大印，总统将军的大印了，就表示说正式向清军投降。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耿精忠呢还派出他自己的儿子耿显祚啊，同先前被自己啊扣留在朝廷的这个两位使臣一起吧，就前往延平迎接康亲王啊，亲自来到福州来接收。十月一号这天呢，康亲王杰舒先派出啊清朝的侍读学士尹泰携带着康熙的赦免诏书到达这个福州宣读，就等于是正式接受耿精忠的投降了。十月四号，耿精忠的本人率领文武官员
出福州城，跪迎康亲王杰书，啊，呈现福建的这个官兵侧击。人在北京的康熙皇帝得知耿精忠投降的消息，高兴非常，马上下诏，依旧保留耿精忠啊他那靖南王的王爵，而且命令他率领旧部，跟随清朝大军一起征剿台湾那些过海的正经军队，以此呢来立功赎罪。得知耿精忠已经献福州投降了，原北替他固守温州那大将曾养性也只好献城投降了。不久之后，广东反叛的就从前清朝那个潮州总兵刘进忠、碣石总兵苗竹秀这些人呢也表示投降。对于所有这些人，康熙帝呢依旧都是全部赦免，而且命令他们呢依旧任他们的原职，让他们戴罪立功。有了这种投降保命啊这样的这种效应，散布在江西、浙江啊那些残余的叛将、那些将领啊纷纷前往清营表示缴械投降。随着浙闽战事的平静呢，清军对台湾的正式部队就开始发动猛攻了，陆续把什么兴化城啊、泉州、漳州、海城等地全部收复了。打到最后呢，这个正经的军队呢确实啊只能逃跑，狼狈逃回到台湾去了。一时之间福建各地等于是全被这个清军收复了。到如今，王辅臣降，耿精忠败，康熙帝呢就和他手下的大臣呢就能够倾注全力剿灭吴三桂。清廷呢就开始全面的战略部署了，开始对吴三桂展开了战略大包围。先是呢派军从东西两线逼近湖南，而后呢进军两粤，以此呢来切断吴三桂的后路，同时呢在湖南战场调兵遣将，准备对吴军发起正面总攻。面对清军连连得胜这样的大事，在广东原来叛清的尚之信很快也暗中向康熙帝呢表示要投降。他当初向吴三桂投降根本原因呢主要是出于泄愤。他泄什么愤呢？就气这个朝廷啊和他父亲把平南王的王爵啊转给他弟弟尚之孝了，因为这个他才造反的。他叛清之后从来没有为这个吴三桂派出一兵一卒，也从来没有派出军队和清军交战过。所以在康熙15年12月9号得知耿精忠在福州向清军投降了，尚之信呢马上派人携带他一封亲笔信前去清朝的简亲王拉布军前表示投降。康熙帝在诏书当中还挺会写，就把尚之信啊从前那种反叛行为呢说成什么呢，说成两个字叫变异，也就是呢委婉地表示尚之信当时是仓皇之时而采取的不得已的行动。同时呢康熙帝还假模假式在诏书当中对尚之信表示什么呢，身为侧民。稳住了尚之信，康熙皇帝又下密旨催促康亲王杰书马上派人迅速啊往广东进军。很快呢清朝那镇南将军莽夷图就率领清军展开急行军，从江西赣南统领兵马直接朝着广东就扑过去。康熙16年5月4号，尚之信就在广州率领省城啊这些文武官员包括那兵民吧向清朝表示归正了。同时呢还派遣他弟弟尚之英代表他本人到韶州去迎接清朝的大军。为了筹报他的归降，康熙帝下旨把尚可喜的亲王王爵正式的转给这个尚之信来承袭。到如今呢一看连背叛大清的反王尚之信都归正了，那么先前叛清的广东各地的文武大吏也纷纷投降。所以呢清军在广东省全境几乎就没有遭到任何的抵抗。得知这样的结果，康熙皇帝大感满意，下诏再次表扬尚之信。同时呢他还指示尚之信马上率领的手下部队进攻广西的吴三桂军队，争取呢替我们大清啊重立兴功。得知尚之信向清朝投降了，清军已经进入广东了，吴三桂非常震惊。广东的事情处理不好，后路被切断不说，还会即刻有这种腹背受敌的危险。所以吴三桂就马上派出3万精兵进至湖南和广东交界那个宜章，企图呢分兵进攻这个乐昌。乐昌就是今天广东的乐昌，还有那南安那个地方。南安呢就是今天江西的大余。而后呢吴三桂还想把那个韶州给夺取了，如果此计得行就肯定呢能控制交通要道。韶州这个地方是江西和广东的咽喉之区，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梅老师我呢从前经常爱开车，所以韶关这个地方我去过好多次，确实是地势非常雄险。
由于指挥得当，清朝各路兵马呢纷纷前来复员，就连尚之信他也和清朝那个镇南将军莽夷图这些人一起率兵赶赴韶州啊，前去援助。最终呢，清军就把吴军杀得大败，广东全省呢这个形势等于得到进一步的稳定。吴三桂一看在广东占不到便宜，就退而求其次，派出精锐部队呢奔赴广西。他派出大将马宝取道仪仗，就进入到广西的富川，又派出他的侄孙吴世从啊率领一队人马呢，又把这个桂林那些要地的紧紧把握住。吴三桂所做的这一切最终目的就是要巩固湖南的后方。而清军在广西方面呢，由于尚之信被调去韶关去增援，先入广西的那清朝莽夷图部队呢，因为缺少船只，就没能和清军傅红烈所部呢双方会师。傅红烈这个人还挺能干，他独自率领手下一万多人马很快就展开进攻，先后攻取了广西重镇梧州和浔州，浔州就是今天的这个广西桂平。而后呢，清朝这些将领还在一起商议，权衡利弊，最终就决定派遣傅红烈和莽夷图呢合军之后，联合呢去进攻平乐和桂林，同时派出尚之信还有清朝的将军鄂楚，包括那都统乐备等人进攻仪仗和郴州。如此一来呢，吴三桂的军队呢首尾就不能兼顾了。随着平乐、桂林、南宁啊这些地方相继被这个清军攻克，清军等于基本占领了广西全省。吴三桂那侄孙吴世从呢，本人身负重伤，最终是狼狈逃窜。由此一来，短短一年多时间内，清军从战略上已经实现了对吴三桂的大包围。由于清军陆续在湖南东部、南部开辟出了这个新战场，等于步步为营啊，就建立起稳固的据点，使得当时人在衢州的吴三桂啊，日益处于清军的四处进逼之中。至此，吴三桂啊这部叛军的灭亡，实际上已经是早早晚晚的事情了。得意之时花天锦，失败事成落井石。因为吴三桂呢军事上连连失利，逐渐他内部啊也开始了互相那种倾轧，他手下那些将领呢，那些这个文人各怀一心，或死或降。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吴三桂呢依旧啊任人唯亲。他有个女婿叫夏国相的嘛，本来啊这个夏国相率军防守平乡，因为他防备不严啊，就被清朝的那个和硕安亲王岳乐他统帅的满汉大军啊接连攻破了12寨，杀伤吴军啊万余人。夏国相呢见势不妙，气焰败逃，平乡失守啊，这也绝对是大事，而且还丢弃了这么多兵将，损兵折将。本来应该对这个夏国相重治其罪，吴三桂方面呢，你看这个夏国相是他自己的女婿，哎，重罪轻罚，就仅仅下令呢削去夏国相啊他两级官阶。吴三桂这种处理手段，就使得吴军军的那些将军啊感到强烈的不满啊，我们犯一点小错你就重罚，你女婿啊如此大败，哎，仅仅削去他两阶官阶，哎，太不公平。此外呢，吴三桂手下还有一名大将叫高德杰的，这个人勇猛善战，他手下那些部族也都是那种敢战的精兵。康熙十五年年初呢，高德杰就率领他手下好几万人攻取了江西的重镇吉安。吉安这个地方战略要地啊，清军啊对吉安展开数次的进攻，都是重兵进攻，全部都被这个高德杰杀得大败。而高德杰那个副手叫韩大任的，这个人特别会巴结，就被吴三桂晋升为什么呢？扬威将军。从此这韩大任就能在军中和那高德杰分庭抗礼了。吴三桂重用韩大任，高德杰就深感受辱，而后呢郁郁成疾，不久之后竟然病死在吉安了。勇将高德杰病死之后，那草包韩大任等于是独掌吉安的兵权。韩大任呢还以儒将自诩，每天诗酒自娱，和一帮幕僚赏景谈诗喝酒，实际上这个人在军事方面完全就是个外行。这时候呢，清朝的简亲王拉布率领江西总督董卫国这些人提军10万，就把吉安重镇啊重重包围起来。面对汹汹而来的清朝大军，韩大任他肯定不敢出战，他就闭门死守。吴三桂得知吉安被围的消息，心内如焚，赶紧派遣他手下的勇将马宝率领10000多人前往增援。抵达吉安之前呢，马宝就派人混进城去通报自己，我已经带来援兵了。韩大任怎么说呢？我听说马宝将军啊已经向清军投降了，如果他真的是来增援我，他可以亲自到城下摘下他的帽盔给我们看看，
如果他没有剃发，我就出城当面会他。当时的马宝呢，手下部队被江水阻隔，他不能马上到达城下。如果当时韩大任能够率领城内的军队顺势杀出，马宝呢在外面杀进，里应外合，反包围啊，肯定能给清军带来灭顶之灾，会合力消灭清朝的这个围城部队。可惜，韩大任这个人是蠢才加庸才，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军事行动。马宝率领手下的10000军队在城外的望眼欲穿，过了好长时间，那吉安城中啊依旧是寂然一片，没有一声炮声响起，表示呢要和自己共同对敌，表示呢要接应自己。为此呢，马宝就生出疑虑，他也不敢指挥自己手下部队继续前进了。灵隐寺在清朝还有另外的名字，灵隐寺呢，这个杭州的特别大的寺庙，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就公元326年，至今我们算一算，1700多年历史吧，等于是杭州啊当时最早的这个名庙名刹。康熙28年呢，也就是公元1689年，康熙皇帝南巡啊，来到过这里，他当时就把这座寺庙呢改名为云林禅寺。这梅老师也去过好几次，当时我看那个大字还恍惚，到底是叫哪个名字呢？据说当时康熙南巡路过这杭州灵隐寺游玩，大概中午是喝了酒了，酒酣耳热，晕晕乎乎，那方丈呢就跪下请求皇帝呢给这灵隐寺题匾。当时康熙有点喝高了，拿起笔来，大笔啊，就在宣纸上写了一个斗大的雨字。我们要知道灵隐寺的灵字的繁体字啊，上头那个雨字只占这个字儿的这个1/3，这雨字下头有三个口，下面还有个巫婆的巫，巫山的巫。如今呢，他写这个雨字已经占了一大半面积了，那下面口和巫 写不上去了，旁边那些大臣们也都不敢说什么，因此当时气氛的就挺微妙的。康熙皇帝呢也是挺聪明的人，也不是说50多度烧酒喝了多少，当时也就晕晕乎乎喝了点黄酒，琢磨了一下啊，觉得这个雨字下面再写三个口，再写巫是写不下了，于是呢就写了个云字，而后呢刷刷几笔就写下了云林禅寺4个字。云呢等于就是云的繁体字儿，这个雨字头下面还有个云字。这个众大臣一见也是纷纷溜须拍马叫好啊，还真好。但那方丈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你看好好的灵隐寺都叫了这么多年了，那皇上你看还给我们改名了。仔细一琢磨呢，还自己这地方呢，你看这个寺庙上方还白云笼罩，周围呢还这么多树林，云林禅寺呢也说得过去吧。当然了，这件事儿后人也考据，可能是好事者编造出来的。因为我们看杭州地方志上的就说，康熙皇帝在灵隐寺呢亲洒陈汉，书云林二字，赐名云林禅寺。当然这个所谓的地方志也不能全信，不管怎么说吧，平常我们有事没事的当做一个谈资吧来讲灵隐寺为什么叫云林禅寺。上一集说到吴三桂呢派出他手下的勇将马宝前往吉安救援呢当时被清军包围那韩大任。韩大任啊绝对是蠢才一个，根本不敢出城呢和马宝会合，趁着吉安城内外两顾无军犹豫之际，围城的清军却忽然掉头主动攻击马宝的这个吴三桂的援军，把这个马宝的援军杀得大败而逃。最终呢，吴三桂派出的这支救援队伍等于是无功而返，悻悻地退往湖南。
吉安呢在此时已经被清军呢围困了200多天，最终韩大人想出了一招奇计妙计。什么计呢？跑。康熙16年3月21号夜间，韩大人就率领他手下数万部队悄悄地出了这个吉安城的南门，横渡白鹭洲，而后呢忽然又发射大炮，还命令士兵呢四处击鼓。这时候天黑着呢，清军全然无备，还以为吴军忽然结营，各营兵马惊扰至极。如果韩大人这个时候下决心对清军展开进攻，得胜的可能性非常大。但他当时命令士兵鸣炮击鼓，目的不在于恐吓清军，不在于想乘势进攻，而想掩护自己趁乱逃跑。结果呢到了转天，清军喘息之际才得知吉安城那个韩大任已经率领着手下兵马连夜全部逃跑了。深知韩大任带的那些兵都是从前吴军勇将高德杰他手下的精兵，清军呢还真不敢追，任由这些人呢就暂时逃遁而去。韩大任你说他逃出吉安之后你就跑吧，他不，他在宁都、乐安、万安、太和等地往来兜转，就像没头苍蝇一样。因为韩大任呢他手下率领的都是吴三桂手下的精兵，清廷马上下令必须把这些人呢要不就杀了要不就把他们都降了，绝对不能让他们逃跑。逃跑过程中，韩大任呢手下有个文人，一个这个木刻吧，叫王怀明。王怀明呢原来叫孙旭，这个人就委婉地劝说韩大任，就是大帅咱们赶紧投降大清算了。谁料想这草包统帅他马上就答应了，想投降他就不怎么跑了。不久呢，韩大任所部的这个吴军呢就在老虎洞被清朝军队追上了。韩大任呢这个时候也不跑了，决心投降，就派人到这个清朝的这个亲王那杰叔军前表示自己要投降。韩大任领军以来根本就没有和清军打过一次硬仗，现在呢既然亲自率领他手下军士10000多精兵将员呢将官将近1000人前往福州向杰叔投降。康熙帝得知这个消息特别高兴，派人还把这韩大任的草包乘坐这个官方那个驿站的车送到京师，当面亲切接见了这个人给予嘉奖，而且特别下旨意赦免他的叛逆之罪。听说主帅投降了，本来归这个韩大任统领的江西地区的所有吴军顿时失去主心骨了。在很短时间内，吴军呢4万多人被歼，近5万人向清军投降。至此呢，深受吴三桂宠幸和重用的这草包韩大任等于是率先被吴三桂集团呢敲响了失败的丧钟。继韩大任之后呢，吴三桂的水师将领林兴珠也秘密向清朝投降。这林兴珠呢，他特别熟悉湖南的水道，掌握了好多吴军的这种水师机密，而且他投降的时候还携带了他手下那些船只和大炮，使得吴军呢一直赖以得胜这个水师优势完全失去了。日后长沙越州的决战当中，吴军大败就和这林兴珠先前对这个清朝的投降大有关系。兵力越来越少数位将领已经向清朝投降，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由于这么多大军呢驻扎在湖南，拖延日久，吴三桂军队的粮饷逐渐出现大问题了。我们想一想，吴三桂起兵以来转运频繁，支出浩大，先前呢在云南、贵州这历年的储积已经逐渐用尽了，而这几年呢又赶上荒年致使这个吴军占领区米价腾贵，一担米价呢高达白银6两，盐价呢贵到每斤价值白银3-4两。由于军需不足，吴军呢只得向当地老百姓加税。由于当时是军用急切，吴三桂军队的官吏征催又特别严迫，就致使占领区的老百姓怨声四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吴三桂呢逐渐失去了民心。先前呢希望他得胜那些老百姓逐渐内心当中就不再支持他这种巧举豪夺的这个大邹政权了，逐渐就开始转向支持清廷了。
就迫切希望大清的王师啊重新返回。康熙十七年，这个时候呢，须发斑斑的吴三桂呢起兵已经有五年了，年纪呢也67了。五年多下来啊，天天的操心军事，心力劳瘁。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初期的胜利如同泡沫一般迅速消失了，失败、背叛、逃亡啊，等等等等换消息吧，相继不断传来。这些压力哎，更促使吴三桂衰老的速度越来越快。眼看着老王爷日趋憔悴，情志不畅，吴三桂呢手下那些心腹党羽就纷纷劝进，就让他继位，您就当真皇帝吧。仔细一想，如果自己称帝能够安抚军民之心，鼓舞士气，再想一想自己已经垂暮之年了，吴三桂叹息良久，就决定呢举行称帝仪式来御己御人。康熙十七年3月1号，吴三桂呢就在衡州继位称帝了。衡州呢就是今天湖南的衡阳。称帝之前，吴三桂手下就在衡州市郊啊匆匆的啊先修筑一个坛，置办所谓御用的这个礼仪，还有鲁布，哎，等于是为了他登基吧，啊，置办那些家伙事儿。当时呢，来不及建造宫殿朝房，啊，于是呢，军队啊抓了一些民夫啊，赶紧赶工，修造庐舍万间，啊，当做这个登基仪式用的所谓的朝房吧。工期太短啊，以至于那些所谓宫殿上面的瓦片，你肯定换不成那个黄色的琉璃瓦，啊，那怎么办呢？为了赶工，工匠索性就用黄漆在那瓦上刷，在那瓦上涂。吴三桂称帝这一天呢，老头身穿大红衣，头戴御膳冠啊，就到郊外先去登坛，先去拜天。大伙儿正行礼呢，忽然天降大雨啊！当时啊啊，这位这个所谓周国皇帝吴三桂的仪仗鲁布啊，当时都被那雨水打湿了，泥污不堪。而那些黄漆涂抹的瓦片呢，当时那色儿就掉了。南方的大雨呢还连绵不绝，随着大雨这一顿猛下，那些参加仪式所谓邹国的一些群臣啊大为扫兴，内心哀叹。吴三桂本人呢也兴味索然啊，就感觉到这个不祥之兆。虽然形同儿戏，毕竟也当皇帝了，于是吴三桂呢就宣布国号为大周，改元昭武，命令呢以衡州啊为都城，还把衡州地名也改了，改为什么呢？定天府。当了皇帝之后呢，吴三桂就对自己的亲属部下逐一册封，封他妻子张氏呢为皇后，封吴英雄的庶子那吴世蕃为太孙，加郭壮图呢为大学士，依旧呢派郭壮图镇守云南，封他手下大将胡国柱、吴英七、吴国贵、吴世从、马宝这些人呢都为大将军。同时呢，吴三桂还制造新历，铸造钱币，钱币叫什么呢？昭武通宝。那么在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等地呢，还举行乡试，选拔举人。凡此种种吧，都想给老百姓造成什么呢？大周新政权非常稳定，造成这样的假象。我们想一想，吴三桂他不在兵势极盛的时候继位称帝，而在耿精忠啊、孙元龄啊、王辅臣这些人非死即降这样的倒霉时候啊继位称帝，完全就属于一种政治儿戏。看到吴氏政权马上败亡了，吴三桂还称帝，当时吴军统治区那些老百姓啊和士大夫啊内心当中也就不再拥护他了。所以吴三桂年号昭武一经宣布，民间呢马上传出一首民谣了。什么民谣了？横也是二年，竖也是二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昭字啊横竖都是二笔而编的。此外呢，还有人就对昭武两个字的年号啊继续做解释。昭这个字儿是斜日和刀口，日已过午，肯定不可久照，而斜日呢又在刀口之上，更主凶兆，就预示吴三桂啊不久必死。武字呢止戈也，干戈一止就战争结束了，由此就可以断定贼亡无日矣。这种记载呢见于当时清朝有个文人叫刘建的，他写过一本《听闻录》的书，记载当时这种民间的谣传。吴三桂呢，如今混到这个地步，可见当时人心向背，已见端倪。大伙儿都希望他这个大周国赶紧亡了算了。吴三桂自从占领湖南之后呢，是一直以长沙、越州为战略重点的，各派7万重兵啊精锐
驻守这两个地方。其中呢，他还特别派出他的侄子吴英七守越州，抗拒江北啊荆州的那个清军，又派出大将马宝等人呢，一直呢守长沙和萍乡，包括醴陵这些地方，以拒江西啊那一部分的清军。后来吴三桂称帝之后，以衢州为都城了，他马上啊下诏召他的心腹大将女婿胡国柱啊、夏国相，包括吴国桂那些人都搬兵回来据守衢州。吴三桂本人呢，还时常御驾亲征啊，前往长沙坐镇，以坚定他手下将士们的守御之志。清军在发动对越州的进攻之前呢，首先齐集大军进攻长沙。康熙15年3月1日，清朝那王爷岳乐就统帅大军呢，从江西进兵长沙。得知消息之后，吴三桂啊就率领人马从松子出发，率领这个精兵强将吧，到长沙前去增援。他的意图是什么呢？先打败岳乐的清军，然后呢再复原吉安。这个时候他军中呢有个从江西吉安来长沙搬起援兵的文人，名字呢就叫梁志仁。这梁志仁呢特能聊，吴三桂呢和他谈得还挺投机，于是就把他留下来，对他怎么说呢？你做壁上观，看我从容破敌，然后你再回去替我呢鼓励东方各位豪杰。当时呢，吴三桂这个大军呢就出城西布阵，分兵19路，横亘数十里，军容之盛啊，近古未见。而后呢，吴三桂安坐于桥楼之上，羽扇纶巾，亲自观战啊，亲自指挥。同时呢，他还让那文人梁志仁呢就坐在自己身边，和自己一起欣赏啊，双方在城下这种激战。毕竟呢，现在的吴军有皇帝御驾亲征啊。他军队的将领们精神顿起，吴军大将王旭率先率领手下数千人就开始荡阵。当时这王旭呢呐喊拍马，领头冲入清兵阵中，清军大将呢令旗一挥，清军就开始合围了，把王旭的数千人啊围困数重。一时之间，吴军的旗帜啊已经淹没不见了，就淹没在清军的这个大军之中了。城下那一大片地方只能听得见清军震耳欲聋的喊杀声。见此情状呢，城上那些人，那些吴军吴将，包括吴三桂本人呢，还都有点吃惊。忽然间砰砰声响，鼓声骤急，火枪连发，先前被包围的王旭军队呢忽然从清军阵中又杀出来了，白刃闪过，血雾弥漫，杀得清朝的骑兵啊纷纷落马。此时的吴军将士是锐不可当，就在这当口关键的时刻，吴三桂的侄儿吴英正、大将马宝、夏国相等等等等吧，也都一齐呢纵马挥兵，从这个城下冲入清军的大军之中。双方大战期间呢，吴军得势，势头正猛，杀得特高兴，有得胜之势了。不巧的是，就在这场激战当中，吴三桂的侄子吴军中的猛将吴英正忽然中了流矢了，当时就被射个透心凉，翻落马下。清军呢看见吴军大将落马，也纷纷来了精神，等于是反败为胜，追杀退却的吴军。谁料想清军追兵刚刚追至城下，忽然一阵锣声响起，城内呢冲出一对巨象，一下就把清军给冲垮了。看到有大象出来，清军人害怕，马也受惊，清朝那骑兵啊顿时大败。而后呢，双方继续血战，互相杀伤。吴军清军呢还都挺勇敢，各自血战不止，血战不退。打到中午，忽然之间天降大雨，这没办法，双方只得呢各自鸣金收兵。这次交战啊，吴三桂是以19路军马对阵，剩下的后备军呢都驻军在岳麓山上，就当时抱定了必死必胜的决心，前赴后继，一定要把这个清军全部歼灭掉。结果呢，伏羲运息，你看吴英正中箭了，加上当时天降大雨，吴军呢最终呢等于是没有能取得全胜。长沙大战呢，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呢这达10多万，互相之间呢杀伤相当。但从战争总体上看，这场战役清军还是处于下风的。长沙大战过后呢，深恐深惧吴军的勇武，清军呢只能在长沙城下扎营绝壕，等于是与吴军呢展开相持。
从康熙十五年到康熙十七年，清军和吴军呢几乎是无日不战，双方争夺相杀，特别酷烈。吴三桂呢，当时虽然已经年近七十了，依旧是往来疆场驰骋，不避酷暑寒风，就在各个战场之间没事就学摸这儿学摸那儿的，到处去跑。他都当皇帝了，还经常是亲临战场，指挥手下对清军作战。不仅如此，由于皇帝也御驾亲征啊，吴军呢还往往会取得小小的胜利啊，经常是小打小闹的，还经常得胜。但当时总体的大势，说句实话，吴三桂军队啊绝对是江河日下。康熙十七年五月十八号，在康熙皇帝的严命催促之下，清朝那安远靖寇大将军尚善，包括湖广总督蔡玉荣、提督桑格这些人，他们统帅清军的水师就开始浩浩荡荡驶入洞庭湖，就发起啊对于越州吴军啊这个吴三桂军队的总攻。越州呢战事正紧，吴三桂所在的衢州却出大事儿。出什么大事儿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清代在赈灾方面呢比明朝舍得给老百姓花钱。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啊，这个清朝的赈灾力度之大，制度之完善，在我们历朝历代啊绝对都是佼佼者。熟识历史的朋友呢就知道，明末清初呢属于小冰河时期，在这个时期呢灾害频发，而且这个灾害频发也是明朝灭亡的客观因素之一。我们根据资料就可以看得出，明末实际上只是小冰河时期的序幕，真正的小冰河时期的高峰是在清朝。但就在这样一个灾害频发的时期，中国的清朝政府呢却实现了这个中国人口从几千万到四亿的突破，就是1830年已经突破四亿了。而当时全世界的总人口只有十亿，你想中国人口四亿，快一半。那么清朝赈灾具体的数据呢，我们可以看有一本书叫《清代荒政研究》，他就讲清朝前期的196年平均每年的赈灾支出是230万两白银，最高的时候呢赈灾支出占财政年收入的12%。到了清朝后期，又有一本书1840至1849年清朝的财政，这本书呢就记载了当时清朝皇室支出仅在财政支出的2%，十年呢也就支出了这个1000万两，年均100万两。但在赈灾方面，即使清末赔款赔了这么大笔款，但是呢它一应能占据每年的5.5%，就年均啊256万两。而荷塘水利这个十年支出为7374万两，年均呢737万两。当然你咱光说这个数据可能大伙儿没这个概念，咱们得比，跟谁比呢？跟前朝明朝比。明朝最高的赈灾这个支出呢是1480年，就明朝成化16年，当年赈灾费用就占明朝的财政支出啊勉强超过1%。而明朝其他年份的赈灾支出仅占明朝财政支出的0.5%都不到。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些年明朝皇室的支出，就这些皇家用的银子，婚丧嫁娶也好，出外旅游也好，高达多少呢？20%和30%。所以说呢，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如果要说明朝皇帝和清朝皇帝从他们的人品方面比，这个清朝皇帝确实要这个勤政的多，而且呢也舍得给老百姓花钱在赈灾方面。上一集呢就说到吴三桂呢困守愁城，就在康熙十七年的5月18号这一天，清朝大军呢这水师又开始猛攻越州，双方呢就在越州激战。忽然之间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吴三桂呢，他所谓的都城州出大事儿。康熙十七年八月，就是公元1678年，吴三桂呢就忽然得病了。据说得着什么病呢？中风耶格，这是当时清初那笔记《东华录》记载的。这种病状表示什么呢？就说这个老头啊，忽然半身不遂，哎，加上那个吞咽又困难，一下子就处于病危状态了。我们清朝前期啊，说句实话，中国人呢，绝对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活到七十那就非常非常稀少了。吴三桂呢是个辽东人士，东北人啊，久居云贵，起事之后他又在湖南啊这些酷热潮湿之地，哎，折腾了几年，费心劳神，所以说他真正能够活到67也挺不容易的。经过紧急诊治之后呢，吴三桂的病情稍稍安稳了数日。吴三桂这老头呢，所谓病情稍稳定呢，实际上也就是回光返照吧。就在有那么一天，他忽然看到有一条大狗窜升到他病房里那几案之上端坐着，哎，非常安静地看着他。我们中国古人都挺迷信的，狗坐几案绝对是大不祥之兆，本来就病重啊，又迷信，吴三桂看这条大狗啊直呆呆地瞪自己，精神上一下就垮了下来。没过几天，他又添了新的病症。什么病症呢？下痢，通俗来讲就是底下猛拉水泄。你看上面嘴不能吃，下面又开始狂拉，你铁打的汉子都不行，更别提这老头吴三桂已经67了。临死之前，吴三桂呢写下遗诏，让他的孙子吴世蕃，这吴世蕃啊，就是先前被吴三桂派人从北京接来的他儿子吴英雄的庶长子。当时呢，这吴世蕃啊在昆明，他就写遗诏给这个孙子吴世蕃，让他到衡州来继位。康熙十七年八月十八号这一天，吴三桂就死了，终年67岁。有家有国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带着无限的巨大的遗憾，吴三桂这一代雄豪，这一代奸雄，撒手尘寰。吴三桂死之后呢，他手下的一些将领呢，当时都在前方指挥作战呢。为了防止军心涣散呢，在衡州那些吴军将领们啊就密不发丧，他们下令把这个衡州的城门紧闭，每天啊那大宅子里面依旧派遣仆人给吴三桂啊进奉衣食，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好像老头还活蹦乱跳活着呢。当时呢，不仅衡州百姓完全不知道老头死了，围城的清军、各地的清军也都不知道。四天之后呢，正在外面打仗的胡国柱、马宝、吴国贵等人啊，接到密报了，率他们手下的人马迅速地撤回到衡州。这些大将呢，又会同啊吴三桂的这个亲戚、他的侄子啊、他的女婿啊这些心腹将领，大伙儿聚集之后，公推吴国贵总理军务，同时呢就派出胡国柱回到云南迎娶吴三桂的孙子吴世蕃呢前来这个衡州奔丧，同时呢也希望他这个衡州继位吧。胡国柱返回到云南之后，就向留守的郭壮图那些人传达众将的意见啊，准备呢护送这个太孙吴世蕃去衡州。郭壮图马上表示反对，他就说了，云南才是我们啊这个老吴家的老窝，根本重地啊，作为皇太孙吴世蕃绝对不能轻易离开昆明。胡国柱当时痛哭流涕，跪地死劝，郭壮图呢丝毫不为所动。为什么呢？因为这郭壮图啊是吴世蕃的老丈人，吴三桂一死，吴世蕃肯定继位，肯定当皇帝，称帝肯定叫立皇后。但当时呢，吴世蕃有两个妻子，一个是郭壮图的女儿，一个是啊魏普的女儿，
这两个人都位居后宫。如果郭壮图能把乌世蕃就控制在昆明，他自己肯定就是当朝国丈了。正是由于这个私心呢，郭壮图就是不答应让乌世蕃这个离开昆明去杭州。吴三桂死了，当时在越州防守的这个吴氏军队也是岌岌可危。本来就越州城外已经有十多万清朝大军围城，如今粮草已经断绝多时，城内军事不断有人越城投降，吴三桂这侄子吴英七就不敢再死守下去了。于是呢，在康熙十八年正月十八号那天下午，吴英七率领他手下人马数万人忽然丢弃越州，出城纵马往东南方向就溃逃。过了好久时间，过了大半天了，清军才明白个味儿来，马上合军追赶吴军呢，达200多里。吴三桂的军队在越州这个坚城一直坚守着，长达5年之久，围城攻城的清军死伤无数。至此呢，清军终于把这个战略重镇越州给收复了。得知到清军收复了越州，康熙皇帝还真不是说多高兴，反而呢气恼在心。为什么呢？越州不是被攻克的，而是敌将弃城而逃自己得到的。无论如何吧，清军得到了越州，也确实呢就意味着战略大进攻时期的真正开始了。吴氏政权的灭亡从此开始，实际上呢就应该以天来计算了。吴三桂死之后呢，那些将领们就把吴世蕃迎到贵阳继皇帝位，以贵阳府当时的贡院呢作为他的行在，定明年为弘化元年。吴世蕃这位吴三桂的皇太孙继位之后，就给他的祖父吴三桂呢上尊号太祖高皇帝，给他的父亲当时被这个康熙帝绞死在北京的那吴英雄，给他上谥号孝恭皇帝。新帝一继位，自然肯定有封赏了。吴世蕃呢就晋封他的叔父吴英七为楚王，以他的国丈呢郭壮图为国公。那么郭壮图的女儿肯定就封为皇后。同时呢，他还以吴三桂在世时候那所封那个大学士方光琛依旧重用他，让这个方光琛充当首席参谋。至此呢，吴氏政权这些将领就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在保守云贵的同时呢，绝不能轻易丢弃湖南地区。但越州那吴英七已经溃逃了，湖南门户大开。接下来呢，长沙也被清军攻克了，湖南地区的吴军呢，这个时候一时涣散，完全各路狂逃。清朝康熙十八年，就关于1679年2月13号这一天呢，清朝那大将军那简亲王拉布率领清军人马呢挺进杭州。至此呢，这个曾经被吴三桂更名为定天府的他的临时首都也被清军攻克了。接下来清军呢所战皆捷，耒阳启阳宝庆这不到2个月时间内自北而南全部收复。宝庆就是今天湖南的邵阳，各地的吴军闻风即逃，势如退潮。湖南绝大部分地区呢等于都被清军收复了。所有的各路吴军溃逃到陈州之后，陆续开始集结了。陈州在哪儿呢？陈州是今天湖南的沅陵。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陈州呢在沅江之畔，临近贵州和四川，无论从水路还是陆路呢都可以直通贵州。那么陈州附近的战略要地这个陈龙关更是山势险峻林木非常茂密。清军的骑兵赶到这里呢就根本就不能成列，因为太多林木了。陈龙关呢又是陈州的门户，如果不破此关你根本就攻不破陈州。清军那大将乐尔锦呢一看临深路险，他就不敢进兵了，加上这个时候呢雨季又到了，就率领军队往后退了。清军撤走之后，溃败到这里的这些吴军的这些残余部队就能够从容地购置防御工事。康熙皇帝在北京得到这个消息，对乐尔锦大为愤怒，马上下诏严加申斥。一直到了7月，清兵呢依旧没有进攻陈州，而后呢在大将军的简亲王拉布指挥下又集结了4万精兵。清军这个时候就开始把这个4万精兵集合在一起，集结优势兵力，在武冈枫木岭隘口一带吧，对吴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激战当中呢，吴军一个勇将叫吴国贵的又被冷炮击中被打死了，
吴军大败，清军呢乘着这个盛势，陆续就把这武冈啊、丰木岭全部攻取了。康熙十九年初，就公元1680年了，在大将这察尼率领下，清军就开始对陈州发动进攻。到了三月份，陈州地区的那吴金将帅啊，接连不敌，都打不过啊，各自率他们手下人马、啊、都向清军投降了。至此，湖南全境都被清军收复了。吴军那些残部这个时候就大踏步后撤了，都溃退到哪儿呢？都溃退到一个方向，云贵地区。四川方面呢，清军也开始从这个兴安、汉中开始进行总攻。从康熙十八年这个秋天起，由这个大将军土海为统帅，清军四路并进，哎，直杀入川地。而先前呢，在西北立下大功的那三个悍将张勇、王进宝、赵良栋，他们三个人率领他们手下非常勇猛的露营兵，就在康熙直接谕令之下，每到一地，他们都是先锋，就为后继的满洲兵打头阵。进攻过程中，虽然露营汉军死伤无数，但结果呢，都是一个啊，绝对就是胜利，因为露营兵太能打了。最终呢，吴三桂手下那将领王平藩走投无路了，怎么办？自己上吊死了。吴之茂啊，包括这些这个吴三桂手下特别能打的战将啊，包括他手下那些人马吧，好多大将最后都被清军给活捉了。最后呢，这些人都被这个解送到北京，下场呢，一个凌迟处死。处死之后，清军啊，基本把四川大部分地区啊，已经啊就占领了。一旦四川全入到清军手中掌握，那么吴氏政权的灭亡啊，就更加指日可待。清兵呢，就可以直接从西南包抄云贵地区，然后呢夺取云贵。而夺取云贵也是清朝平叛的最后一战了，当然也是最关键一战。康熙十九年三月，就公元1680年，康熙皇帝呢接受那赵良栋的建议，就把军队分为三路大军，三路齐进，直捣云南吴氏老巢。三路大军当中呢，第一路也就是中路军了，统帅是谁呢？是定远平寇大将军那贝子张泰。这路大军呢，到湖南的沅州集结，然后呢，从镇远那里这一路取道直奔贵州。第二路大军统帅呢是赖塔，他统领广西的满汉大军，包括呢这个广州的这个部分的清军的精锐吧，从广西南宁出发。第三路统帅呢就是汉将赵良栋，他统帅四川和陕西的满汉兵啊，包括那个露营兵，从四川分两路进兵，准备呢先把遵义攻克，然后再进贵州。征讨云南这个三路大军的总兵力呢，满汉官兵吧加起来总共40多万。而当时清朝呢，全国的兵力呢接近100万，那么这个云南这一次讨伐进军，基本上在清朝就属于全国总动员，绝对是倾国出兵。如果加上当时转运粮饷的，还包括其他辅助性的一些役夫，估计当时清军方面的参战人数多达200多万。相比之下，吴氏政权集中在云贵地区的总兵力呢，大概只有10多万人。经过连年征战，吴氏政权的兵源严重不足，加上呢现在又是溃败之余，这些军队的战斗力呢也不是很强了。正当清军筑路啊，这个大军即将出师的时候呢，忽然有消息传来，吴氏政权当朝画室那国丈郭壮图还挺有心思，他就派出大将胡国柱、马宝、王惠、高启龙还有夏国相这些人，率领各路精兵呼袭四川，主要目的呢，就想拖延清军啊进军云贵的过程。事起仓促，四川的清军呢就被吴军打得大败，泸州啊、叙州啊、永宁、建昌、仁怀等地吧，全部啊都被这个吴军占领了。而先前已经向清朝投降那些叛将，这个时候又都反了，就连夔州府当地的好多汉人老百姓也随之造反，巫山万县很快就失守了。听到四川形势如此危急，清廷大骇，一旦四川叛军和贵阳的吴军合军抵抗，事情就要难办了。为此呢，康熙皇帝马上命令四川的清军马上出征平叛，同时呢又从进攻云贵的清朝大军当中呢调出一部分满汉军队到四川平叛。四川地区这次再次叛清，
实际上呢，只对清军当中那一路，就赵灵洞那一路有影响，其他两路军队呢，还是按照原先计划呢，按时出行。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的9月12号呢，清军那蔡玉荣，他率领手下人马呢，从袁州率先出发，借助当时的水陆之便，清军迅速进入贵州境内，稍作休整之后呢，这路大军就和章太大军会合了。迅速向镇远出发，而后呢，不费一箭一矢，清军就把这镇远府城给占领了。根据康熙帝的紧急谕令，章太就和这蔡玉荣啊，包括董卫国、林兴珠这些将领呢，马不停蹄，指挥他们手下满汉大军呢，直取贵阳。通往贵阳的道路虽然非常险峻，但一路之上啊，清军攻城略地，就在9月21号这天呢，啊，直抵贵阳城下。当时由于吴三桂手下那些特别能打的大将马宝、胡国柱那些人都在四川作战呢，这些人来不及回援，眼见清朝大军已经逼近城了，郭壮图大惊失色，只得保护着这个吴世蕃成夜逃回到昆明。至此呢，贵阳又被清军收复了。绝不容许敌人喘息，康熙帝又下严诏，命令大军即刻攻取云南。皇帝催攻的诏命已经下来了，根本来不及休整，这些满汉大军浩浩荡荡马上从贵阳杀向昆明。那么逃到昆明之后，吴三桂政权能够续命吗？我们现在一般的人一提起银行呢，许多人就想起，哎，这都是古代钱庄转化而来的。还真不是，钱庄呢诞生于江南地区，票号创办于山西地区。钱庄的历史确实早于票号，但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服务范围方面，钱庄就是在当地啊存款取款，也就是说你在本地存进去钱，你不可能在外地支取。票号才更接近于现代的银行，因为什么呢？能够异地存取，等于就成为网络化的这样的金融机构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呢方便了这个清朝的商人。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后人就把票号视为中国这个银行业的这样的鼻祖，而不是那种钱庄。公元1821年之后，也就是说呢，清宣宗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当时有个叫日升昌的颜料庄，它改名了，改名什么呢？就变成日升昌票庄。这个票庄呢，就是清朝啊，也是我们全国吧，全中国吧最早一家票号。这家票号搞起来之后呢，就山西什么平遥、祁县、太谷。又不少商人开始集资开设票号，由此而后，票号这个行业就变成山西人独占了。因此当时呢，就是清朝人就称之为山西票号。山西票号呢，总共有30多家，他们在各省啊设立好多家分号。后来呢，他们还在日本的东京、新加坡这些外国的地方都设有分号。当时山西票号信誉特别高，内部管理也非常严格，严守客户秘密，因此呢，不少贵族官僚都愿意把自己的私房钱、贪污纳贿收来的钱都放在票号里面。票号呢也对外这个发放贷款，当然了，他贷款主要的对象啊也是钱庄啊、典当啊、富商啊这些人，对于没有资金实力的一般商人肯定是不发的。上一集聊到，这个吴三桂政权呢，在贵阳还立足未稳了。这吴世蕃刚当皇帝，清军已经杀到了。无奈何啊，这些人只得保护着吴三桂这孙子吴世蕃，逃回到他们的老巢昆明。逃回到云南之后呢，吴三桂的侄子那大将吴英七，这个时候啊，心中郁闷，
酒席宴上多喝了几杯酒，痛哭失声。一想当初正是那个方光琛这模式撺掇这吴三桂造反，他当时就指着这个鼻子大骂方光琛。当时呢，这方光琛还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啊，低头啊就挨骂。而那位在吴氏现在的政权当中执掌大权的，就吴世蕃的岳父，也就是吴三桂从前主要的谋士之一，那郭壮图，反应却特别激烈。得知呢，这个吴英期暗中有政变、自立为帝这样的可能性，郭壮图呢，先下手为强，就派人把这吴英期逮捕起来，然后用绳索把他勒死。接着呢，又让人把吴英期两个儿子吴世钜和吴世成也都勒死了。为什么呢？根诛后患，大吉当前，清军都进入云南了。吴氏政权呢，你看它内部还如此互相残害倾轧，可以想见，哎，作为吴氏政权的下属那些军兵，这个时候啊，面对这样的乱局，他的人心就不可能凝结起来。这个时候呢，昆明虽然说从理论上讲啊，完全是有把握攻克的，但清廷呢，就为了减少军队的消耗，还是尽量呢争取以招抚招降的方式啊，争取和平进入昆明。奉康熙之命，清朝那大将军察尼就派人呢赶赴云南招抚在昆明啊这个把持朝政的这个郭壮图，表示说如果郭公您能够出力促使昆明归政，肯定呢会被推为我们大清的入滇首功，皇上对您当列土分封啊以为酬劳。同时呢，查尼又给那夏国相也写了一份类似的这个招降书。眼见大祸是迫在眉睫，郭壮图和夏国相这两个人啊，你想跟随吴三桂多年，又和吴氏政权是姻亲关系，他们非常熟悉清廷对待反派人士的态度。先前你想，连那么多的建国功臣都兔死狗烹，连吴三桂都要往死里整，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啊公开反叛的跟随吴三桂的这些罪臣呢？所以说这两个人啊对清廷的招降没有任何反应，更没有任何的信息回馈。为了以武力啊最快的解决掉云南的叛军呢，康熙帝啊又研发诏旨，他就命令清朝的大军不得以任何借口逗留，马上各路啊急速进兵，否则将以重罪论处。康熙二十年正月，这就公元1681年了，张泰、赖达、西福、马齐啊等等这些大将嘛，他们也不敢考虑啊把这个军队休整休整过年了，就马上指挥军队立刻前行，起兵前进。云南呢是吴氏政权最后的老巢，吴军在这里呢负隅顽抗，严防死守。在北潘江啊，当时有叫江西坡的地方，就是说今天贵州晴隆和普安之间有一块地方，清朝那张泰部队就遭到吴军呢10000多人的拒战。云南地区啊，大伙儿知道去过云南就知道，地势挺复杂的，而江西坡这个地方呢更是非常险峻。这个地方山路曲折盘旋，就像螺纹一般啊，绕山而上。当时吴军是足险啊，临高射箭，一时之间不少清军啊当时就被射死了。等到估摸着啊吴军那个箭啊已经用完了，清朝军将就呐喊着指挥手下人马拍马冲击，结果呢大部分清军杀到半山腰，忽然就遇到了吴军早先预备好的大象阵，毕竟思想准备不足啊，清军步兵当时就被踩死不少，而清军那些马军战马受惊，一下子跌到山涧摔死的也是不计其数啊，包括马包括人，好多人都摔死了。清军打头阵的那个汉将陆营都是些精锐啊，死的死，伤的伤，败逃路上就连那些督战兵那些正红旗的这个满洲兵也被杀死和踩死好多。大败之后接连狂逃了2天2夜，清军呢才敢停下来喘口气儿。这一战过后啊，清军留在江西坡的尸体密密麻麻的，一直到康熙末年，哎，当地的农民在坡上耕种还经常犁出一些排骨。由此可见当年这场战斗当中啊，清军的伤亡之多。当然了，清军死亡军事中绝大部分都是陆营的汉军。得知惨败消息之后呢，清军那大将张泰依旧是不敢怠慢，反正啊手中汉兵多，一时半时也死不绝。于是呢他就下命令让手下那总兵白进宫
率三个纵队吧，再次猛攻江西坡。清军走到沙子哨这个地方，吴军已经驱赶大象下山迎战。这次呢，清军还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们又是分为三队，等于是不同的分散前进，因此就没有重复上次被吴军拒捐的这样的态势。双方激战半天，清军呢拼死力战，最终打败吴军，乘胜平事。清军呢还追击不舍，陆续又把新城所、普安州、胶水城啊这些地方都收复了。最终呢，就和赖塔所率领的广西清军两方面的军队会合了。由此一来，张泰、蔡玉荣桑娥这些人率领的湖广大军，就和赖塔率领的广西大军呢，各自冲破吴军的阻击，最终实现了战略会师。取得了这些胜利之后呢，清军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和疏忽，在康熙皇帝严旨催促之下，这两军呢就从胶水分路齐进。2月29号这一天呢，清军就行进到距离这个昆明郊区40里外的地方了，他们就在规划寺附近呢立营休整。当时是征鼓齐鸣，马嘶喧天。吴军守城那些将士呢，从昆明城内那些高地登高远望，可以望见金马山、鹦鹉山、石虎岗啊、城北山之间所有的这些大部分地区，满布清军，壁垒森然，旌旗招展，满营杀气。就当时昆明守军也是非常害怕绝对看见这种情形鼓励不已，腿都打哆嗦。在昆明城下休整两天之后呢，清军就开始攻城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吞，郭壮图呢穷寇势急，他就派遣军将率领这个马步军10000多人出城30里，主动迎战。同时呢，这支军队还带着吴军特有的秘密武器，什么呢？大象。但战争打到这个时候，吴军军内那大象也没多少了，剩下多少呢？才剩下5只。而这个时候清军呢，对于大象这种东西也有免疫力了，看到这些肉坦克也不像从前这么惊骇。而且你平地之上，大象出来，它不是忽然出来，忽然从山上下来，远远就看得见。所以说清军啊，看见大象就不像从前那么害怕了。不仅不害怕，清军就呐喊着去和这个吴军迎战，双方开打。当时呢，张泰清军在左，这个赖塔的清军在右，也是同时出击，就和吴军呢缠斗在一起。双方从早晨一直战到中午，清军的气势越战越盛。结果呢，清军就依仗着人数的优势，再次把吴军打得大败，而且呢一直追逐着追赶着这个败退的吴军，一直追到昆明城下。战斗当中，清军呢阵斩吴军大将9员，杀死的也是好多，而且还生擒吴军将士600多人。即使现在清军兵临城下，郭壮图、吴世蕃这两个人也是毫无降意。吴军呢就紧闭昆明城的城门。此时呢，他们依旧还是抱有幻想的。幻想是什么呢？就希望当时人在四川的马宝啊、夏国相、胡国柱这些大将能够及时回兵救援昆明。吴三桂在昆明这个地方经营多年，城池深厚，铜墙铁壁，要想攻陷这样的城防啊，那得不知道死多少人。于是呢，出于持重考虑，赖塔就和张泰仔细商议，做出什么决定呢？绝壕围城，就把昆明先围困起来再说。同时呢，清军还展开攻心战，向城内射去无数个檄文包括康熙皇帝免杀昆明军民的这种旨意，不停地派遣官员到城外，包括这昆明城周围的地区招降吴军的将士。清军这个时候的招降就太管用了，死到临头啊，但凡抱一点生存希望的吴军将士和那些官员都马上投降。很快，吴氏政权的这个大理府张国柱啊、姚安府刘汉章啊，包括什么临安总兵徐忠明啊、李玉斌啊、范英泰这些将领吧，3-2就携带着清军发布的这个诏书和这个檄文这个到清军这个军营之内跪地投降。康熙皇帝得知四川的吴军大将马宝那些人正在率领军队回援昆明，即刻严令赵良栋必须尽快疟击，追着他们打，绝对不能让马宝率领的吴军回到云南，
为什么康熙皇帝这么担心呢？他就害怕这支乌军回到云南之后呢，就会对劳累已久的这个围城清军展开反包围，所以康熙帝就命令赵良栋那些将领务必就地全歼马宝所有的军队。结果呢，马宝、胡国柱这两个人跑得挺快，又挺能打，他们率领部队呢就先行奔回了云南，而驻守永宁的吴国大将啊，这个宋国甫势孤难支，没办法，只得向清军投降了。至此呢，四川地区的吴三桂叛军基本就被清军肃清了，就难以再起。四川稳定之后呢，康熙帝就下令让赵良栋啊率领他手下清军迅速赶往云南，一起参加平叛。败逃回云南的马宝虽然说能够从四川回到云南，但他并没有及时呢赶到昆明，而是在哪儿呢？在楚雄那个地方驻军，他得休整，他得喘息啊。深知马宝这个人勇武有谋，康熙帝呢就派人给他发出最后的招降谕旨，希望这位在清朝前期立过大功的将领呢能够悔罪归城。但是呢，康熙帝啊这样的这种诏书吧，遭到马宝当时的拒绝。不久呢，清朝统帅张泰就派遣他手下都统西福统兵进击，在乌木山呢又把马宝打得大败啊，几乎是全军覆没。马宝逃到姚安山中躲藏了几天之后，眼看自己所搜集的这个残兵的溃卒啊还不到100人，直到大势已去，又在说客这招降之下呢，他不得已就在7月5号这天到姚安府向清军将领西福脚印投降。有关马宝投降及日后他被杀的细节呢，清朝有个文人叫刘健，他写过一本笔记叫《亭文录》，他是这样记载的：马宝走姚安山中，领兵数窘我师，我师恨入骨，欲生得之以甘心。桑格遣说客招降，备一从以迎之。马宝出至姚安府城，拂巾深衣，八人扛雨过世，大言曰：我不出为雷者必中，我不惜一死，救此一方民。色厉辞状，俨然丈夫。迎者稍失意，资垂立下，如志其不足。复楚雄，三格交迎，命为恭敬。马宝喜不胜，居数日。三格夜饮，马宝忽心动，停杯而泣，涕泪沾须，以子自寄为托。明日改服入滇，既逮赴京，处以凌迟极刑。金黑受刃，急动胸，使大呼一声死。马宝这个人呢，是明末反清英雄李定国的部下，所以他这个人还是非常具有胆略和民族气节的。到姚安府投降这一天呢，他身穿明朝的那拂巾深衣，哎，意气盎然，坐在八人台的大轿之上招摇过市，还对围观的人讲，对那些老百姓说：我不出来呢，肯定会使好多人受连累，如今我不惜一死，就是为了救这一方百姓。当时啊，他说的也是慷慨悲壮啊，绝对是一副大丈夫派头。当地清军迎候的那些官吏啊，那些这个将官吧，稍微有些不如意，马宝就用手中的马鞭鞭打他们啊，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奴仆啊、勤务兵啊、军内那些人员一样。而后呢，他就被这个清军啊从姚安送到楚雄，清军的提督呢桑格出城迎接。桑格这个人是满洲啊正黄旗人，是清军著名的神箭手，他就亲自招待马宝。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马宝在清军当中的辈分确实高，第二呢，就是为了稳住马宝，就能够向北京啊献上这种生俘，就活着的俘虏。总而言之，这桑格对马宝呢一直表现得充满敬意啊，毕恭毕敬。马宝当时呢似乎觉得还有活命的可能，当时也挺高兴的。没过几天，桑格忽然又把马宝请到大帐中去夜饮，吞杯换盏之际呢，马宝忽然心有所动，即刻是停杯而泣，还不知道是为家呢还是为国，反正这位大丈夫就流下眼泪来了。可能当时他是悟到自己难逃一死，忽发伤悲。转天马宝就被换了个清朝的装束，然后送到昆明。很快康熙帝诏旨就到了，命令清军呢把马宝逮送入京。到北京之后，清廷呢即刻判处马宝以凌迟极刑。南征北战数十年，马宝忍痛的功夫还挺大的，毕竟是个军内大将出身嘛。他挨这个剐的时候呢，定睛瞧看那小刀落处啊，
竟然默然不出一声，自始至终一声喊疼都没有。等到刽子手费尽了功夫剐他最后一刀，用那刀尖弯到他心脏的时候，他才大叫一声而亡。说了马宝的死亡，那么在吴氏集团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啊，另外一个大将，谁呢？就是胡国柱。这个人最后到底是投降呢，还是自杀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曾国藩也有瘾。曾国藩年轻的时候和我们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身上有很多不良的习气，比如说抽烟啦，比如说好色啊。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曾老师的成长，慢慢的好色抽烟他都戒掉了。但是他有一个瘾，一直非常想戒掉，最终他一辈子都没戒掉。什么瘾呢？围棋瘾。曾国藩我们想一下，这烟也戒掉了，女色也戒掉了，但是围棋至死没戒掉。而他自己呢，就认为下围棋最耗心血，下多了头昏眼花，旷工疲神，但又说自己屡倒之，所以说对这个瘾啊，他爱之深恨之切。而我们看曾国藩的日记，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围棋瘾，天天在日记里骂自己，自己是小人，真不是人，何以为人。我们看到这些词语呢，有时候都笑，觉得你看这曾大人真是挺可爱的。曾国藩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啊，这个逝世。去世前一天，他还下了两局这个围棋。所以说呢，曾国藩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骨灰级的围棋迷。曾国藩虽然说是个围棋迷，但他这个人的棋品啊，说句实话还不怎么样。清代译文就记载了曾国藩的一件小事儿吧，就是在他晚年，重金邀请当时的晚清国手周晓松来自己家里跟自己下棋。周晓松呢，你甭看人是个棋手，还面对着是曾中堂，但人家也是当仁不让，说是当仁不让，就下棋的时候不让，下棋之前还是让他九子，就让他九子，最后还是非常轻易的就把曾国藩给赢了。曾国藩输棋之后大怒，马上把这周晓松赶出去，原先答应给人的多少两银子一分都没给。真所谓棋瘾大了胸襟就小了。上一集呢，交代了吴三桂手下著名的大将马宝他的下场。这一集呢，我们就讲一讲吴氏政权还另外一个重要的大将胡国柱，还有别的那些大将的相关人物的这些下场吧。胡国柱当时他从四川率领手下的亲兵呢，就逃到了云龙州，啊，这个那个地方有个叫清理坞一带，就是现在云南云龙以南的那一片地区吧。很快呢，他就被清军都统西福率领这个清军啊追赶包围了。自知呢也无法逃脱，清军人太多啊，胡国柱就征求他身边幕客有一个叫王玉矿的这个文人的意见。你说我是死还是降啊？王玉矿呢是个非常有节气的这样的一个汉人文士，一杯在手，他就对胡国柱啊指着窗外美丽的景色感慨万千，就说：“君侯啊，你不见落花吗？或缤纷于阴席之上，或狼藉于泥土之中。”王玉矿呢话没说完，胡国柱莞尔一笑，他就明白了王先生的话中意思了，赶忙表示说：“先生，您说的是，说的是。”先生爱我，胡某敢不受命。第二天胡国柱准备就绪之后，就对他的家人们说了：我呢位置大臣，死固亦然，但担心呢我死后清军找不到我尸首，会连累你们。于是呢胡国柱就掩上房门之后悬梁自尽。
得知主将胡国柱自杀了，他手下那两位大将，一位叫王旭，一位叫李匡，马上为他发丧，极尽的哀礼。而后这两个人又派他们手下那些勤务兵吧，就是堆了好多的木柴，这个柴上面都放了大量的火药。等到一切就绪之后，王旭和李匡两个人就坐在柴堆之上，找块平地儿，纵情饮酒为欢。酒酣耳热之际呢，王旭忽然一件事儿，赶忙对他身边服侍的那仆人就说：“你们赶紧啊，去告诉我的那两个妾，他们当然是可以不死的，让他们俩赶紧收拾行囊，我那还有一些金银财宝，让他们带着去逃命。”没过多久，这仆人就跑回来禀告，这两位美人呢已经悬梁自尽了。听到如此回报，这个王旭熏然之间慨叹一声：“哎，如花美人也能这样壮烈而死。”泪眼迷离之际呢，他和那李匡啊，最后就痛饮一杯，命令啊仆从点火。眼看那火苗越来越大，轰然一声，火药就引爆了。既然这马宝啊、胡国柱啊、王旭这些能战的将领都死了，昆明外援呢，等于就完全绝望啊，不可能有人来救了。即便到现在这个地步，郭壮图和吴世蕃依旧啊没有任何投降的意思，死死坚守昆明城。清军围城半年多啊，就是猛攻不下。由于几十万清军啊，你想暴露在野外，加上水土不服啊，陆陆续续好多人就感染疾疫，病死的那些兵士呢也越来越多。接下来呢，昆明那个地方啊又挺崎岖的，啊，军营的粮饷呢又转运不济，所以清军营内呢已经出现了粮食供应困难这样的情况。现如今，守城的呢死守，攻城的又不走，双方就继续僵持。就看谁啊能够熬到最后。到了康熙二十年九月，就公元1681年了，康熙帝得知昆明城久攻不下，也是气急败坏，又下诏啊，下这个诏旨啊，死催这些军将马上给我攻城。同时，这康熙帝还以满洲皇族那种特有的阴狠，明确指示这些清军将领，你们就要派那些先前投降那些吴军将士，让他们先登。让他们先攻啊，做炮灰，让这些人拿他们的尸首啊，为咱们清军后续攻城部队啊做这个铺垫。包围昆明半年多，按理说城内粮食早就吃尽了，但为什么昆明城内军民还能死守呢？经过仔细的盘查啊，清朝的军将就发现了，昆明城啊有一面临着那个昆明湖，所以清军的封锁线呢就围困不严。而且昆明坚城它所依赖的水运的昆明湖呢，南北长百里，一直就没有严加封锁，经常有船呢还来来往往。而当时呢驻守在昆明湖周围的什么安宁啊、普宁啊、昆阳啊、呈贡这四个州县的清军，大部分都是刚刚向清军投降不久的吴三桂先前那个旧部将士。那这些人呢，自然不忍心看到昆明城内他们的亲属啊，或者老战友挨饿，所以呢，对湖区就故意的没有严加封锁。清军土帅部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呢，马上采取措施，杀掉了一批啊，对这个昆明城啊心怀同情的吴三桂旧部的这些将士，然后呢，改派八旗兵驻守昆明湖这个沿线，由此呢，就完全切断了昆明城内他们的粮食来源。到九月间，清朝那汉将赵良栋把这个四川的叛乱平定之后，率领大军又渡过金沙啊，直抵昆明。然后呢，他就和张泰、赖塔这两路清朝大军会师了。赵良栋这个人虽然是个汉人，但他为满洲贵族打起仗来，说句实话，比满洲人还狠，比满洲人还猛。看到包围昆明的那满洲将领，就是因为一直害怕伤亡啊，伤亡过大，按兵不动，赵良栋就独自率领他自己的宁夏露营汉军，马上对昆明发起猛攻。而且赵良栋他率领的军队，你想当时连休整都没休整，不计死不计伤，就玩命的指挥他手下那些汉人露营兵啊，玩命攻城。看到赵良栋这个汉军如此凶猛，张泰那人都不好意思了。10月8号，这个张泰就下令他手下满汉各军即刻进兵直抵城下，然后呢又把这昆明城啊围困数重，
由此开始呢，清军就不分日夜，一直是肉搏登城。这个时候呢，数十万清军兵临城下，而且昆明湖那运输线呢又被截断了，昆明城内粮食呢慢慢的就完全吃干净了。同时呢，围城的清军箭矢嗖嗖，射入城中的招降书不计其数啊，就不同的表示，一直呼吁啊，昆明城内啊这个守军守将啊，只要投降肯定免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守城那个吴军军将已经有不少人生出二心来了，陆陆续续就有人偷跑出城啊，向清军投降。从这些投降的吴军将领口中得知，昆明城内确实现在已经山穷水尽，张泰这些将领啊，这些清军大将终于放胆攻城。清军清将猛攻数日，但昆明坚城啊确实太牢固了，一兵当垛，百兵莫上。一直到了康熙二十年10月28号这天，绝望之余，昆明城内那个两个大将，一个叫吴国柱的，一个叫吴世吉的，他们呢就准备献城投降了。于是呢，这两个人集结他们手下的士兵，就密谋发动兵变，想生擒逮捕吴三桂那孙子吴世蕃，包括他那国丈郭壮图。逮捕这两个人之后呢，就开城献给清军，哎，等于作为见面礼吧。忽然听到殿外呐喊声声，才知道呢，城内的守军已经叛变了。至此，吴世蕃这位少年人彻底绝望。吴世蕃呢，作为吴氏子弟，当时呢才有16岁，他还真是非常有血性，他就立刻穿上皇帝的服装，昂首登临大殿。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之上，举目四望，目眦尽裂。忽然呢，举起手中刀自刎。毕竟那个少年人手力比较弱，一刀弄下来之后还没死，这位美少年呢就自己愣生生的用手掘出自己的喉管，然后又硬划一刀，终于鲜血如喷。吴世蕃这个少年人呢风仪翩翩，当他被吴三桂他手下那些官员从北京偷运到昆明的时候呢才8岁。在此之前呢，你想啊，他的嫡母是大清的公主，爷爷呢是大清王爷，所以说他孩提时代在北京肯定是过着锦衣玉食的那种最优越的贵族子弟的生活。而后他的祖父吴三桂起兵迢迢路远，父亲吴英雄呢又和他几个兄弟在北京呢遭到清廷的杀戮和阉割。这个孩子在昆明之时呢慢慢的就长大了，而且呢肯定对这些消息知道的一清二楚。8年多来，吴世蕃呢虽然一直居于深宫之中，他身边肯定也有那些硕儒，那些老师教他民族大义，耳濡目染，加上国仇家恨，对这位少年人来说呢，所有的一切，绝对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血淋淋的现实。也正是在这样的教化之下，吴世蕃，就这样的一个16岁的没有经历过任何生活磨砺的少年郎，才能够毅然决然挥刃自尽。相比先前他那软弱的在北京城内被擒杀的父亲吴英雄，这个吴世蕃啊跟他的爹相比啊，这父子两人判若云泥。所以呢，我认为这吴世蕃这个少年之死悲壮刚烈，绝对不逊于南明那位少年英雄夏完淳。当然了，由于这三藩起事被清朝的朝廷啊定性为谋逆的三藩之乱，吴世蕃呢作为逆首之一，加上又摊上一个自私自利老丈人郭壮图，因此呢，他这位少年就在历史当中一直被丑化、被妖魔化，有时候呢故意的淡化。昆明宫内得知皇帝已经自杀了，吴世蕃他那皇后郭氏呢也投环上吊了。期间呢，宫中从死的自杀那些宫人宫女吧，多达100多人。吴氏政权那国丈郭壮图最后时刻表现的也挺爷们儿。听说自己女婿女儿都死了，他马上和他的儿子郭宗坟两个人紧闭府门，然后呢相继自刎而死。忽然知道郭壮图和吴世蕃这两个人都死了，那城内叛变的那两个吴军将领怕不好向清军交代就是冲进府内，把吴三桂的大学士方光琛包括这个方光琛一些子侄辈吧，这些人都抓起来了，而后压着他们大开城门出城向清军投降。数十万清军围着昆明城近一年，死伤无数。等到昆明城献城投降，出于报复心理，清军清军啊入城之后大肆杀掠一番，珍宝美女资其所欲，又杀又抢。
所有这几部清军呢，只有张灵栋率领那部露营汉军约束严格，杀掠不多。得城之后入宫清点，清军呢就马上把吴世蕃的首级割下传送京师，然后呢又把吴三桂的首席谋士方光琛还有他那个子侄多人吧押到帐前凌迟处死。接下来呢，清军又大张旗鼓啊，对这个高启龙、巴养元、李继业这几个这个吴军大将斩首示众。为什么呢？清军就怪他们，昆明城已被攻下了，你们才投降，投降完了杀。在此期间呢，清军还把昆明城内那些著名的吴军汉将、勇将他们的家属全部斩尽杀绝。而在当时呢，吴三桂已经死了三年多了，清廷啊就很想找到他的尸首，枭首露尸啊，来泄愤，来在全国大肆的宣扬。不过就在此前，清军逼近昆明的时候呢，吴世蕃和他岳父郭壮图呢，已经把吴三桂的尸首秘密改葬他处，所以说清军在昆明附近刨了数座大坟，最后都没有找到吴三桂的尸身。没办法也得想办法，最终呢，清军就在这个昆明安福园那石桥下面挖出骨灰盒，就报称这就是吴三桂的骨灰。为了请功呢，清军统帅部就把这个骨灰盒和那个吴世蕃的首级一起送到京城啊，给那个康熙皇帝给他看，邀功请功。当然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吴三桂爱妾陈圆圆的下落。哎，当初就是因为这个绝色美女，吴三桂呢冲冠一怒啊，使得他自己一生的命运和吴氏家族的命运就一时之间全然改变。但在真实历史记载中，包括清军攻入昆明之后，对这个吴氏家族遗存人员的这种登记照册呢，没有任何官方文件提到这陈圆圆。民间笔记啊、野史记载那就丰富多彩多了，有说他上吊自杀的，有说他出家的，有说他最后隐居善终的，愤愤妖娆啊，不一而全。那么根据这个历史传说，吴三桂大败李自成之后就成为清朝王爷了，就派人找到了陈圆圆，然后这位美人呢就一直跟着他四处呢南征北战。吴三桂为清朝平定云南之后呢，陈圆圆自然就进入吴三桂的平西王府，一度呢据说还冠宠后宫。吴三桂独霸云南之后呢，穷奢极欲，美人无数，多了去了，陈圆圆呢自然慢慢就年老色衰，失宠了。于是呢，他就向吴三桂还提出呢，自己要在王府僻静处建一座庵房啊，来吃斋念佛。吴三桂肯定同意啊。所以说，这个陈圆圆的后半生呢，一直处于那种冷寂的这种独居状态。那么吴三桂失败之后，就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就是陈圆圆得知吴三桂在这个衡州病死之后啊，他就投池自尽了。第二种说法呢，就是他被吴三桂手下大将啊，被他保护着，躲到了深山老林之中啊，继续信佛吃斋，最后呢善终于家。当然了，如果咱们查这个陈圆圆的下落啊，这贵州当地十多年前还有个新闻，说在贵州黔东南州有个岑巩县，那地方有个马家寨，发现了所谓的陈圆圆墓，墓碑上呢刻有文字，其中有如下的关键字眼：故先笔无门聂氏之墓未袭，皇清雍正六年岁次戊申。仲冬吉日，先比呢肯定是指这个家族最早来到这里，这个开发当地的这个老祖太婆了。那么说他的老家是吴门，吴门就是苏州的别称，暗指呢这个墓主女主人呢她的籍贯啊就是苏州。那么在真实历史上呢，陈圆圆的籍贯呢确实是苏州，但从来我们没有听说过她改姓为聂。按照清朝当时那种网罗密布的状态，这么多暗探啊，这么多这个啊基层那些组织，如果陈圆圆活着，肯定是难逃一死的。清朝的皇宫鸡蛋啊贵了去，清朝光绪皇帝呢每天呢要吃四个鸡蛋。对于这位自幼生长于深宫的这个皇帝来讲呢，他就一直认为鸡蛋非常非常贵，价格不菲，绝对是只有我啊、太后啊、宫内这些人才能吃到的奢侈品。为什么呢？御膳房给他报上来那个菜单，购买鸡蛋的采购价是什么呢？每枚34两白银。有一天呢，光绪皇帝正吃鸡蛋呢，他的老师翁同龢找他议事，他就问他老师，此种价格昂贵之物，师傅您可曾经常吃呢？翁同龢一听这个，忙不迭地回答道，
臣啊，只是在祭祀大典或者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偶尔吃一次，平时我根本就不敢轻易吃它。微臣家里好久都没人吃这个东西了，这个东西太贵了，而且微臣我都忘了鸡蛋什么味儿。而光绪的爷爷道光皇帝呢，也是清朝一个以节俭著称这样的皇帝，他穿那龙袍都大补丁，因此这个道光皇帝也一直认为鸡蛋特别特别贵，是稀罕物，抠抠缩缩的，一直不大舍得吃这鸡蛋。有一天呢，他就问那军机大臣曹振荣，就说：“曹爱卿，你家里这一个月吃几回鸡蛋，要花多少银子？”曹振荣自然是揣着明白装糊的，含含糊糊回答：“臣呢，自幼患有气病，此病呢最忌吃鸡蛋，所以我这辈子就没吃过鸡蛋，我也不知道它的味道，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价格。”由此见出什么一个事实呢？就是清朝那些内务府、那些太监，包括管理宫廷事务的官员，就为了贪污，所有的东西都往柜里报，贪污啊，这个不知道多少钱了。